说，我问就是他问你说要用几岁，然后妈妈就说80岁，然后小姐说长辈都用问号比较好，因为他说现在都流行用问号，我打不开，所以是问号是不是？问号。问号，你是问号，你忘记你几岁啦？哥哥，我不想收黑，你就老的安尼啦。哦，那那放一岁就好啦，一岁啊。安娜哥，关于使用，我觉得你手机不太行。